学佛路上啊，上重要的就是爱调摄身心，身心调好了，世间无有什么困难的代志未解决。人生啊，最烦恼的呢，就是因为心中啊有贪欲。佛陀跟咱讲，人生生命实在是无偌长，咱伫一期的寿命不断轮转，一期寿命实在是无常短暂。往往都是在这种无常短暂的生命中，在咧起业作业，虽然这份的业力烦恼堪缠，使得让人心性颠倒，容易迷失。佛陀讲，在咧修行的中间，有20种的困难。这20种的困难，只要调息嘛，其实呢，讲难也不难呐、啊。前回讲了，贫穷暴死难。这回，咱就要讲富贵学道难。知识当中，富贵学道第二难，凡夫硬币名字看，空过知音宽世限啊，荣华总是三千万，富贵如同九月霜，谦和莫礼心有爱，富贵学道也不难。所以这一连串的文字虽然无长，但是呢，已经包含着真深的道理。富贵学道困难，这是安怎讲啊？就是咱人的心，每一个人都是凡夫，往往呢，就伫社会背景，因有了咱的心，向着名利去追求，有了名与心啊，就好亲像去和一条锁啊，牵制掉嘞。不得解脱，受这个名字束缚着，这就是凡夫。有了名利，那自然呐，得了名利呢，伊就有控功。控功，这种的人，拢是因为得到权势。有权有势，有名有利，自然啊，这个心啊，就已经受名利控功，已经蒙蔽掉的啦。心难免就黑暗，
黑暗叫做无明啊，无明呢就有贪嗔痴，一种无法动，将伊的内心自我解脱。咱拢知影，平常的人，那得到名利去当尊，就未失去。那么，这个空空开始，那么就是狂，也乱思狂念，安尼心念一差，那就步步改错。咱会当头看看，伫这世间有偌济人，等于也未显达的以前，伊真努力，真打拼，会当低心下气，认真来争取，付出伊的能力，伊会当好争取人的信用。有朝一日，伊的财、名、利已经汇在一起，款式已经提升，迄个时阵，伊的空高傲慢啊，不由人而生啊。不知不觉，安尼就生起了伊的空高傲慢，未记得了当初伊啊认真、乐观、打拼、低心、下气、付出，这种的生活伊未记得起，所以说产生出来。就是空空，就是敢那因为这个权甲势、名甲利，牵缠着伊的心啊。讲佛世的时阵，佛陀的时代，有真多国王大臣皈依佛陀。伊嘛是真富，也真这样啊贵。在富贵名利中，因会当来了解佛陀的教法真谛。经过了佛陀教法的洗练，会当通为一个国家的仁王。佛世时代，真正是佛法普遍人心。不过，在这个佛法普遍人心的同时，也有在佛法中啊，生起了利用心，譬如讲提婆达多。提婆达多是佛的弟子啊，伊呢来皈依出家了后，伊看到佛陀伊的智慧，佛陀呢会当通为真侪人，人人所尊重、所敬仰，真侪的国王。大臣、长者都来跪倒佛陀的座下。佛陀呢，这种通利大众啊，人人敬仰，这种的比提婆达多，伊看在眼里，
心魔在心的，从这个中间开始呢，起了控告心，因为伊本身的条件嘛是释迦种族，伊也是王子之一啦。伊甲佛陀同一个种族来出家，伊想佛会当头得天下人人的尊重，我感到无法度呢，将家己想要超越了佛陀的境界，所以伊开始呢，开始追求利用。迄当阵，并菩萨罗王的囝乌夏世，乌夏世伊年轻的时阵，嘛是真正哩控告傲慢，经过了提婆达多这种追求名利、强用这种的心态呢，那向乌夏世去诉说，两个人啊，竟然呢，安尼，迄种意志相同，变成了一个人要向伊的父王篡位，所以伊乌夏世杀父害庙。那么提婆达多呢，那就是出佛身现，累处啊，就是想尽办法要来伤害佛陀，要分散佛陀的精团。伊那会当头认定了人生的无常，伊那会当头看透了名利淡薄，伊都会不争不弃。凭伊的聪明啊，那会当头清净伊的内心，那敢毋是智慧呢？纯真的智慧，就是合佛的成就。世俗那无运用智慧，干那去利用迄个聪明，那就容易堕落。在提婆达多，嘛是一念偏差，家己过去组织一个僧团，来甲佛对立斗争。这实在是真遗憾的代志，只是敢那为着名利所牵制伊的心，所以无显出了伊的智慧，淡薄伊的名利。那控告，伊认为呢，伊甲佛陀应该是平等。伊认为伊的力量无输佛陀，所以这种的控告不能遵守，不能中道。那安尼呢？这是不是控告呢？这种控告的心态啊，就是因为世间的权势，安尼所以迷信。所以这个所在讲，控告之因，权势现。权势有这个权，有这个势来呢，那就是要显耀伊的本性。所以，这就是咱
人生的磨练，就是因为伊不觉啦，欠了地位，所以不得觉悟。未觉悟就是未，伊无去想到荣华总是三季梦。浮云啊，如梦境啊，如草头的露水啊。有智慧的人就会晓安尼想啊。假使乃是无耻呢，避避了权势名利所迷惑啊，那么伊所追求的是荣华。释迦牟尼佛的地位，伊原本呢是一个国家的太子，伊会当头享尽了天下人间的富贵荣华，但是一个智慧者，伊把这种荣华富贵呢，把当作亲像一张网，把当作亲像这个。天上的浮云，佮当作亲像半夜的眠梦，伊无去佮伊真重视。伊所欲追求的是真实的人生，伊所欲追求的是内心的觉醒，这都是智慧者。啊，那无耻者，就是佮他为着真个将短暂。的名利、权势、荣华，安尼呢，就造就了人生的惶恐不安、等等的烦恼。所以，伊若有一番的觉悟，荣华富贵是三件梦啊。那富贵如同九九月霜啊。九月呢是秋天，不应该有霜，就是若有霜啊，都好亲像伫迄个寒露的时。那阵若是有霜，嘛是薄薄啊，尔点。所以讲，富贵有啥物呢？薄薄啊一层霜，日头一来呢，都扬起咯。这样，不是真坚固的物件，富贵、荣华，总是如梦如霜。梦若醒，人若精神，梦就无咯。薄薄的霜呢，小块的日头一出啦，就扬起咯。富甲贵，这两字。无啥共款的意思，富呢就是钱多啊，财产多啊，这叫做富。富有物质，富有财力，要哪些啊？贵呢就是权势高，地位高。有权有势有地位，这叫做贵。所以有人讲啊，这达官贵人，这就是咱一般人常常都是安尼讲的话吼、哦。这叫做权势。那么富甲贵呢，是不是永远的呀、啊？绝对不是。古早人一句话讲，讲富无过三代人，可见富
毋是永远的。咱有看到将大量贵州摕倒来的录影带，或者是相片，咱会当看到迄个所在的建设，有诶会当通想象到千百年前的事。遐个建筑物呢，应该是达官贵人、富有人家所住的。但是，经过了风霜岁月啊，时境变迁啊，已经遐个厝拢总是啊破坏。非常的没落，非常的破烂。看到遐个厝，迄种的摆设，会当通想象，这伫几十年前、千百年前，敢毋是真正的显达富有的人的人家？在里面的生活，那么追溯了几十年前和几十年后，这个年代呢，只不过可能是三五代人。在这三五代人的岁月的变迁，已经这么这么多了，可见人生啊不是永远拢总同款，所以叫做无常。那么这种樱花，亲像三季花；富贵亲像九月霜。看看佛陀在世时，虽然有真多国王大臣长者来跪倒佛的座下，为佛陀弟子在家祈求为护法，但是在那当中的世代啊，也是常常就是感觉社会。国家都是不管是伫咧动乱，迄种的动乱呢，拢是因为权势霸凌、争权夺利，安尼真多的变化，就是真简单讲，兵不杀戮。一国之主，伊有权有势，富有伊个国家，但是也是同款，定定都有国外国霸凌、权力的人要来侵略，定定都是心情不安。外面的侵断也可以预防，最不幸的就是内面他的子吴下士，吴下士也受到提婆达多的所属，所以吴下士也要来夺他的老爸的权位，所以不肖以五逆罪，安尼伊的行为，将伊的老爸该掠去迄个牢狱的内底，该禁起来，该夺食，好，伊的老爸国王啊，
安尼活活过死，看身为一个国王，公权，伊呢会当当执政国家一国之权，公富呢应该就是讲富有伊个国家天下，但是。前几何时，还是呢？过去是由担忧外国的人侵断，但是到个晚年呢，就是家己的子来反叛伊、掠伊、禁伊、饿死伊，看这种的樱花。富贵，敢是有真呢？敢是有坚固呢？实在是啊，真无坚固，真无常。无常呢，是出自人的心。这个心念啊，一起了无明，贪心一起。自然都翻天覆地啊，无有天理，连家己的老爸，伊嘛是去甲伊杀害。所以讲起来，人心啊会险恶，人心会颠倒无常，这呢，拢总是为着这权权利。名义、富贵、地位，安尼伫咧迷乱人心。那么，咱看看咱现在社会那是共款呐。现在社会啊，咱会当听到，会当看到。富有是偌尼正多的烦恼，进出偌尼正无方便，尤其是富有财物，那人讲富有是五家共有啊。财产若多哦，是五家共有的。什么叫做五家？第一是天灾，天灾，咱都会当头去想象，几项的天灾呢？比如讲地震。现在大家人很担心的，这个地壳变动啊，地震大了，真正的火药啊，现在若担到地震啊，大家人就会很烦恼，所以地震也是算是自然灾难，一种自然界的天灾。就是水啊，看，咱常常看到，不管是伫台湾，或者是伫国外，小花落一个雨，都是洪水泛滥。没错，有了洪涝水灾，伫国外。拢是非常的严重。台湾最近，伫这几年来啊，咱嘛定定听到土石流，这种水灾不掉的灾难，的确是真可怕的代志。再来，
会在，人讲水火拢是真无情，会在啊，实在是有时阵是天然的灾难，因为气候热、焚风啊，就是小风一吹，这树枝大叶不断的摩擦，安尼呢发生了火灾。这是天灾啊！地球的面顶，亲像安尼不断的燃烧落去，实在是嘛，感觉到真可怕。但是有时阵呢，就是无注意的火灾，有的时阵呢，就是故意创毁的火灾。这样也是很可怕的，那还有的风灾，这当中我们常常听到超级的台风，我过了超级的台风叫做疾风，哎，亲像更烈的风啊，那种的强烈啊，那种的破坏性啊，实在是不堪言论，不堪设想。这种这些灾难，不管是地震啊、水灾啊、火灾、风灾啊，这数代灾难，这你讲财产何里愈多呢？伊的损失愈大。这富有啊，其实就是啊，无常，不是永久的，因为天然灾难还是频传。那除了天灾以外呢，还有人祸。人祸呢，就是战争，多可怕！这个战争，多兵劫啊！这种战争的事情，实在是对过去的第二次的世界大战，以阮的年龄啊，实在是不堪回首。真正谈到战争，实在是有够可怕的。富有，那谈到战争的时，那国再较富有啊，都无路用啊。第三，就是贪官污吏，财产愈多啊，树大就风，有不法的官员。这呢，愈是富有，愈是危险。第四呢，就是强盗，或者是恶霸，较权贵富有出门拢有保镖嘛。较权贵富有，伊个家庭拢亲像铜墙铁壁，这都是伫咧预防强盗。但是啊。是不是可以预防防不胜防？那么第五就是不孝子孙，有的人顶辈呢是真殷勤，打拼认真，可以通地善，可以通宽如他的财富，却是到了不孝的子孙的时阵，那就财散难。所以说富贵啊，其实呢是无常的代志。如位如官，那争权夺利的代志愈是多。所以讲起来，权位、地利、富贵拢无路用。荣华总是三更梦，富贵如同九月霜。
势，拢毋是长久的。什么才是长久呢？真正是爱求次合道。看孔夫子嘛安尼讲啊，雕文道啊，食素可以。讲，我若会当有一天，迄一天，若会当听到真理，我应安死，我嘛真欢喜啊！可见孔夫子呢，伊是人人尊重啊，孔圣先师啊，伊到晚年的时阵啊，伊还阁伫咧求道。伊也阁要求真理，伊也感觉讲伊也无够，伊哪会当通好，可以得到一句呢真实的真理啦？伊死伊嘛是真甘愿，可见这个道理呢是真深，真正心甲道会当通汇在一起呢，唔是真简单，但是往往啊。有钱有权有势的人，当作讲哦，这个道是道理是道义的，甚至连信仰宗教，伊都感觉到讲不孝，无感觉到讲哦，这是重要的代志，还阁是真轻视，感觉讲信仰是迷信。有的人呢，会去信。但是呢，会偏差去，只干那咧求名、求利、求富贵，嘛有人信用，只干那为着要求平安、求富贵啊、求赚钱等等啊，这拢唔是正确的信用，这嘛唔是真正的道理。所以讲起来，咱真正要学道，无困难，就是。富有的人应该呢爱国在有这谦和厚礼心有爱，富贵学道也不难啊。咱应该做人啊，不是有权有势人就会尊重啦，不是荣华富贵人就会敬爱啦，不一定。做人若袂当予人尊重，袂当予人敬爱，就是有权有势啦，荣华富贵呢。那这对一般的人也袂去尊重你。会当通予人尊重的，就是你伫荣华富贵、有权有势的时阵，对人呢爱会晓谦和。好的，心中爱充满爱，那会当安尼啦。我想，这种的学道哪有困难呢？在咱组织内底，都有真多。现在的社会有真多的企业家投入组织，因放下身段，会当。甲人平起平坐，亲像安尼，谦和好礼，这得到真侪人的赞叹与敬爱，这才是真正、真正可贵的人生。所以讲，学道并不难，尤其是富贵要学道，哪有什么困难？富贵嘛是一个人啊。但是呢，那是会当使人恭敬、尊重、敬爱，这才是真正富贵人生。总讲一句，人生不能离开道理，有道理的人生呢，才是价值的生命。所以咱现在咱伫咧学佛。咱敬国都爱定定敬听家己的心，咱哪会当用到迄种富贵
权威，这无虾米。富贵何必权威呢？有权只是一个责任，负起了做人的责任。富呢，是一种的力量，付出你的力量，付出力量去帮助人，这呢，这才是真正富有的人生。